我叫洪天国，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泉州同乡总会的会长，毕业届会长。今天什么活动啊？今天是我们协会一年一度的 barbecue。大概多少人参加？差不多有150到200人之间嘛。主要是烧烤，有没有娱乐？烧烤还有体育运动，还有小孩很多游戏。大家玩的怎么样？玩的很开心呐、啊，玩的很高兴、啊。简单介绍一下同乡会好不好？什么成立啊？大概多少？同乡会我们是2年前成立的。那现在是第二届，我是第二届的会长。大概有多少 member？ 平常有什么活动？平常我们整个协会，我们是宗旨和理念主要是实实在在的给老乡做一点事情。所以首先我们有分了10个工作小组，比如说我们有新移民接待，那么我们的一个会员捐出他一个还没有住的房子作为我们新移民的接待，所以我们泉州老乡到了多伦多来以后都可以有很好的住的地方然后我们有专门的接机第二我们有子女教育小组，就所有的子女包括一些投资移民在中国小孩在这边没人照顾，我们有个子女照顾小组，还有他们的一些上大学的机学，另外我们有就业机学，我们还有投资创业老年人活动等等，我们有10个工作小组在开展活动。但是你们的钱从怎么拿？钱我们会员自己捐，你看刚才当场就有人捐了2000块钱我自己也捐了10000块给这个协会，就是大家是义工了，就说出钱出力了。对，出钱出力，然后我们这些理事一般都不从协会报销1分钱的，我们的会费捐的钱全部都用来给会员做事情。这个两奶奶你觉得成效怎么样？一个很好 大家很高兴有这么一个家嘛。对，在海外也有一个团结的机会，有个团结，有个家。有没有联系电话？有没有网址啊？这个我们有网址。对网址是 QUANJHOU Canada .ca。2、3，再来。